这样吧，给你一个补抄的机会，怎么样？什么机会啊？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抄作业吧？抄作业多没意思啊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做我一天的女朋友。杨天然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开玩笑嘛，瞧你这认真的样儿。是这样，我下个星期要去北京参加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入学申请面试，现在走之前带你出去玩一次。你要去参加伯克利的面试啊？嗯。哇，听说那个学校很厉害啊。对啊，那也是我一直以来最想去的大学。嗯，那就祝你面试成功，加油。